张嘉贤呢日出席博爱医院就职晚宴，嗱，佢着上一条白色嘅连身裙，仲大露背，不知几咁 sexy。但系望真啲，同之前相比，好似黑咗少少。因为咧，我考紧潜水牌，咁我下个星期就会去菲律宾咯。因为跟一啲世界各地嘅传媒咧一齐飞去菲律宾嗰边，就拍一个潜水嘅特辑咯。即应该影下相啊，咁但系都会落到，希望落到30米啦以下啦。咁因为菲律賓那邊其實啲水又比較清啊，個樣。咁今個禮拜考牌其實有啲驚嘅，因為大霧啊，同埋香港呢排都凍，所以我落水嘅時候有啲障礙。咁但係聽日啦，聽日考牌啦，希望 OK 啦。其實都學咗成個禮拜㗎啦。咁所有 theory 啊，各樣嘢都 OK 嘅。其實喺泳池嗰度嘅時候咧，教練話我都超曬班㗎 ，OK， 因為以前不嬲都係泳隊嚟㗎嘛，咁所以水性比較好，只不過係好怕凍咯。因為我已經買咗啲潛水衣咧，都得嗰1mm 啦，冇諗過凍成咁樣。咁所以落水嘅時候一凍咧，成身僵硬，咁就即係潛唔落去啦，所以要停。咁聽日啦，聽日再早啲出去，希望即係温度高啲咧，咁就成功考到牌啦，一定要考到牌添啊，其實係。